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莉莉，我是伯伯。伯伯，平时你下班以后会有什么消遣呢？平时下班以后就回去约可能几个好朋友，两三个好朋友去小酌两杯这样子。Nice。哦，那么住在这里非常适合你哦。为什么呢？像在这里呢，它除了有海滩以外，它还有个沙滩酒吧。啊，你放工回到家以后，你能够去洗个澡，穿一条 T 恤、短裤、人字拖都没关系，然后你就直接下楼，就可以约你的三五朋友，在这里小酌两杯了，然后不用担心说回去要开车的问题。哇，真的很棒，因为在这边记得大家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因为真的是蛮危险的。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这边要叫代驾，其实有一点困难。对，因为马来西亚代驾不普及，所以代驾的服务其实还蛮少的。除非你要叫出租车。有的时候啊，像我们约朋友出去啊，其实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喝酒。可是你车子已经开到那里了。对。然后想。朋友又说，哎，不如我们来喝个两杯吧，喝了以后你又叫不到代驾，可以叫出租车，我们是可以叫出租车的，没问题。可是当你叫出租车回去的时候，你的车子又要放在那里，对，就会遇到这种麻烦。第二天要上班，要再叫出租车再去那边拿车子，真的很麻烦。对，那在这里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，是你就可以直接下楼，然后在楼下就可以小酌两杯了。对，就绝对没有问题的啊！喝完酒走路回家就好。是。哎，莉莉，这就是你说的海滩酒吧 Marine Beach Bar 对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这里。其实啊，这里除了就是有供应啤酒以外，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餐点，然后还有其他的饮料。那我们可以看看他的菜单。还有其他小吃，比如说炸鸡扒、羊扒，然后薯条，还有沙爹，我最爱的沙爹也有哎、哇，这里还有甜品，对，非常适合我们马来西亚，副热带，而且是冰品，可以消暑，所以来这里不一定是要喝啤酒，也可以点其他的饮料或者其他的美食。这边下午就开始了，对吗，莉莉？对，这里的营业的时间是从下午12点到晚上的12点。重点是哦，他们新年期间是照常营业的哦，所以新年期间，如果是说想和三五朋友，过来这里看看美丽的海滩，享受一下这个清爽的这个海风，都可以约在这里是没问题的，而且。还有这个劲歌可以听，是非常一个可以让你放松心情的好地方。真的耶，我迫不及待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是在大概是5、6点的时间，现在那个夕阳已经出现了，而且现在它是照射到海面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哇！所以我们把镜头转去我们的后面，看看现在的夕阳是多么的漂亮。在新山区，如果是要看到美丽的夕阳的话，其实。有一些困难，对，在市区真的很难找到这样的地方。是，而且在这里的话，这里的海岸，由于它是形成一个三角形，所以它的那个海边的那个面积比较大，可以看到比较漂亮的那个夕阳。而且这里是私人海滩，非常干净。对，而且它的沙很细很幼，当夕阳缓缓落下的时候，反射在整片海面上的时候。那个海面会呈现金黄色。你也喜欢住在这样漂亮的海边小区吗？心动不如行动，赶紧联系我们吧。